请收看《维新世界·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这节继续过来，甲各位讲解阳体风水。下顶节讲到咱的徛家土灰水，甲这个破解法。咱这节继续过来，甲各位讲解咱的徛家这个环境土灰水的破解法。这个土灰水不是伊干硬是红碗尔。建议说啊，世间的事物无奇不有，颠颠倒倒，倒倒颠颠啦，笑笑开开的代志一箩筐一大堆。若是咱若知影的事啊，咱就往了片面来预防；若是咱若唔知影呢，一个家庭陷入这苦恼，这个家庭非常的多。我曾经呢，看过咱一个口一口罩。厝内底咧，规大阵咧，十个囡仔都往外跑。所有的老爸咧，伊租厝啊，租厝，啊租厝咧，所有查甫拢脱灰。啊，大人啊，四五个人啊，嘛拢脱灰，囝嘛脱灰，阿公嘛脱灰，规阵啊。哈，有一天咧，啊，都遮个地主啊，啊都走来问。那么我去看，我恁这吼，这间租厝啊，所有的大房的总脱灰，哈、啊，而且呢，开始起起来，大房都脱灰，以后呢，所有的大房拢脱灰，他第四房脱灰，第五一数七种脱灰，用老师写来讲，安尼拢大房拢脱灰，佮一数七，嘿、啊，第一呢，内是因为水呢，下杯下下，咱最是爱有包啊。爱有包过来，那腰带、腰带，哈、哦，咱的腰带安尼包过来，肉带、玉带、肉带，咱那安尼写出来咧，出来啊出来，安尼横出来，啊出来安尼，或者拖回水、摊平水、砍了得去，红砍的饮啦、剥啦、漂啦、饮嘛。但是西洋是拍摄过以后都无啊，哈，所以咱你望你就因为凉水来，我都出去，所以拢查甫人脱灰。那么就得做很老实，确实我今日为着这家庭啊，吼，安尼我这正歹名声，是不是？有啥方法都改无？我咧水是我都换无，用我多这欺别人个。很大就我死啊，无多解。那么我很简单嘛，山不转路转，路不转人转嘛。山唔转，我路来西嘛；路唔西，我人来西嘛。从自己改。好、哦，那么你的外大门原来正出去，你门甲偏两门，偏你边啊，头前围墙甲围起来。而且呢，围起关多呢，拄啊！甲咱人呢，五尺人，咱人莫看到迄条水牵出来、赶出来，咱门啊换了一两面过来，开呢收着这水，收水先进水安尼来。好，我来当房去参观看卖。也是呢，咱若水哩正边来，咱往正边来挖出来。正手的水挖出来，就查某人的土灰。好、哦，这真简单，而且嘛非常的灵性。好、啊，我有一位这里叫做地主，啊，伊叫人怨吐讲啊，伊的太太对人去，但是太太真爱嫁，好、啊，伊嫁了有男朋友，来讲呢，伊是真正疼这嫁，感觉不得已啊。
红色我都谅解，这地主我都谅解的，大家分手去。有一天啊，我去厝甲看下，我讲某人，恁太太真冤枉，你嘛冤枉，囝嘛冤枉，一家呢拢冤枉。你是啥呢？好，我都原谅我太太，我讲你爱原谅伊，而且毋对是你毋对，你呢？当时要买即间厝，你无来清洗，你无去清洗着遮有角质，因为风水地理是几啊千年来所存在的问题。有其一形必有其人，有其人必有其应。所以这我这雨水来，雨平起啊来呢，他头前呢挖出来，偏砍出来，雨平属查某的理性，所以查某会犯桃花劫。土匪一劫，那么这位地主说目屎倒一流出来，讲老师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你囡仔几个？三个，两个查囡仔，我你囡仔爱改，你甲问咧，改到含水平行，我大问咧，吼方向，我这方向，我来甲水平行咧，安尼来看水平，安尼来的平行其实是会平衡。那无嘞，真简单，水啊挖，我嘛是解玄关，解对两面看玄关，向壁啊挖咱出去，安尼嘛是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所以这个代志怎啊解掉？解掉了，太太倒来，无偌久了，太太倒来，倒来经过一个人的眼神拢变倒来，原来直直戆戆，啊，倒来有笑容，目睭眼神有眼神。所以，这个风水影响一个家庭，影响社会有够厉害。那么，我拄则所讲，这个足势房这个呢，我叫改。啊，等于呢，甲遐一个是大人讲，因为算少年辈的，甲是大人讲无咧信道。哦，那么啊，这业啊，那么等于呢，甲是大人讲，是大人呢，还讲到尾安怎？后尾安怎用改啊？门外围啊，围起围起啊，用遐一房咧啊？我咧慢慢去检讨，大家好啊参详，吼、哦、好啊参详咧，应该改善咧。那么啊，那像有要改善的款。所以啦，咱一个环境，咱爱先知影环境。那么我需要将这个法啊传出去。好、哦，因为社会乱象，互相修弯道，互相修白天，修伤害，拢完完全全好多环境学内底造成人间的不幸。那么有这个问题，咱知呢，咱就共同爱来片面这个课程，大家一段落，啊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、幸福、圆满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咱今日呢，要来讲解阳台风水。美化环境，其中的室内关的水族箱，做这个水族箱呢，本人在才5年前，好，一来呢，刚刚那牵涉到讲厝内底那有煞气，用水族箱啊来化煞，因为水族箱。唔是水属性的作用，是这水的作用。咱无一定水属性，咱一个水盘，啊，也是灌一桶水，拢可以。因为水咧，is minus，是 minus。水会当接受到所有一切的气，水啊，伊会当接受到所有咧，即个。煞，所以那么这煞呢，水桶、水塔、水族箱，要这个水盘、暗光，拢可以。所以啊，本人在这几4、5年来呢，弘扬风水的妙法中间啊，时常甲各位讲建议，咱若入是一间厝，你厝内底呢？感觉真正暗，感觉较无这光线，
较无活力、较无活泼的时啊，咱会使用一下水族箱，看着真水。但是水族箱你爱摇着哦，你若摇毋着啊，你的水族箱诶，迄个反而啊颠倒，对家人不利。曾经我看一位咱省府某一个大官员，伊咧搬来省府咧，就职以后啊，就住入即个官舍。那么好朋友，就甲送一卡真大海的水族箱，送互伊。入去住无偌久咧，胃肠起歹，直直闹屎，闹3个月，尾到4个月咧。哦，去紧张啊！四界找名医啊，一工咧闹闹五六届嘛咧闹，啊，找医生馆啦，找啥啦，吼、哦，病啦，有病病甲无病啊，哈哈，拢讲有诶是有病哦，有癌哦，可能癌细胞哦，吼、哦，无甲咧起烦咧啊！到尾有一工啊，好、哦，即、这个先，好、哦、某一位会计科长嘛，会计科长嘛，那么伊就带来。结这个善缘，好吧？这位张官伊是，这个叫做天主教徒，但是伊这心啊，伊这个宗教拢是一，得甲你讲如何，互咱的心找着安详安定。所以这位张官呢，啊，甲这个科长呢，啊，伊就再走来请示王禅老祖、几个先师啊，讲伊是安那。干了闹屎，咱闹3个月闹袂好，闹甲拢散嘞，会甲你惊。我你是毋是大厝应该有问题？啊，那一般嘞，咱的厝嘞，来大新厝嘞，会闹屎的原理啊，电土比路较烂，电土啊较烂嘞，头前内底的厝内底中央嘞，若是有水管、有便所，哈、啊，或者有这里、个。水族箱嘛好，啊是水桶、马桶，这拢会造成啊，咱胃肠会歹。所以咱一间厝正中个，咱若讲有便所呢，毋是真好个厝相。那么这位长官呢，还讲我内底有一卡水族箱呢。那么好啊，反正一波运营呢，咱就我来厝来拜访看卖。去到厝呢，打入门呢，拄啊伊都落家嘞。土地疼痛，比落较下，迄个疼痛上胃疼。啊，所有凡事若是疼痛啊，拢胃疼无好，又敢那也袂离。啊，那么大家也徛家正听，甲看看咧，都正听中央咧，当一卡真大海的水族箱。我即卡水族箱着你的性命关键。死角视角，好，那么我啊，这位长官讲，你只要这个水族箱，都让你干那闹屎闹不了，闹不煞的，就这卡，我你紧来刷掉，水闹掉，人命较要紧，你干那迄卡水，朋友送的好好意啊，朋友并无代表叫你讲一定要吃，所以一转那个刷掉以后呢，第二天，一天是闹一届，第三天。闹一个，第四天闹一个，第五天，第四天第五天来去刷，好呀。所以最重要的，你若着，互咱调整咱的心灵，若毋着食，伤着咱的家内的健康。要最重要呢，咱下个好病，好病哩哩啦啦哩哩啦啦，有诶厝会使着好病，但是大部分啊，未使着好病，咱向出去正病啊。咱厝的正平，好多好平。那好平，你有水族箱食，好、哦，那么咱的厝啊，家来搭搭地地，囡仔较好感冒，较好感冒，好、哦、啊，水族箱呢，你若伫好平咧当啊，较有事端，还较有是是非非的代志出来。而且呢，搭搭地地，搭搭地地，心会安，家来人较好安居。足啥？好、哦，而且呢，迄钱呢，沓沓滴滴开会较济。我就是多地啦，
啊，伊就想啊，我最喜欢吼，欢喜爱玩鱼嘛，啊，那么就买倒来啊，囥咧，囥伊好边，囥了咧，囡仔直直感冒咧，想无啦，有一天，我老师啊，我囡仔，吼，我感冒，大家都轮流了，这样玩玩咧，我你厝敢有解散？我无咧，我厝内底都买一条水族箱倒来囥咧，我你是毋是水族箱囥了遮咧？是毋是？哎呦，对咧，啊，你嫌着伊。迄个好评，所以啊，即、这个好评咱呐，甲输水收最多，最多。虽然是水，但是当声音变成为气，变成为火，哦，这问题就严重了啊，真济有诶公司啊，水族箱啊，伊甲用伫毋对位啊，好一寡。某些不利时段，员工、员工老者相拍，代志嘛真多，所以这种小的问题啊，哦，咱后节会跟各位来介绍，也有真多问题，希望各位你爱水族箱，但是你要放对，啊，谢谢大家的大佬，祝福各位合家平安。各位十方圣知识，咱直接下来讲解水族箱。咱常常出去人兜啊，看人兜的是红龙，吼、哦、红龙一尾，吼价值连城。但是啊，我看真侪饲红龙啊。伊的欢喜心是真好，但是诶，伊所饲的红龙伊位置啊，若毋对咧，鱼仔饲无啥会活。吼、哦、啊，老师啊，我红龙毋知呐，那饲啊真袂活了。吼、哦，迄拢有一个有原因。吼、哦，咱红龙嘛是鱼嘛是动物，伊爱靠水，水若位置好食，对食。化沙了啦，啊，喙水也真清，啊，有诶是饲袂活。那么，咱饲即个鱼啊，我看真侪为了饲红龙，事业咧败类嘛足侪。那么伊就怪讲啊，红龙饲了无水，事实错误去啊，都、就是伊诶精神，将整个精神啊寄托伫红龙。袂记你自己要干什么，袂记你家己有本来这个能力，本来这个智慧，本来这个潜能。好、哦，所以啊，伊干呐是接的这个红娘，望伊个赚偌钱啊，忘了自己第一有福无，第二有德无，第三有这个命无，第四咱是有这个能力来饲这个鱼无，啊，第五嘞，忘了。是经过传播，所以经过精神寄托就要安良，要发。我发这种的颠倒，真可怜哦。咱这的信徒就是足可怜的，就是。后尾放下，我呢就放下。安良饲着甲你做伴观赏，安良袂当甲你趁什么钱。然后伊讲：“哎，老师，老师是安良都趁钱，毋是安良趁钱。”你一卡水，下着位，调整你的厝内底人的心灵心境，互咱头脑清醒。因为伊无积极的红娘，他看着欢喜心，看个红娘伊活泼，活泼就是智慧，逍遥自在。咱心都爱逍遥自在，莫摕物件来博家己。咱若博家己，咱自己自然啊，咱智慧思想就减。哦，所以那是伊发呀，毋是发咩红娘会保庇你啥？红娘袂保庇你趁钱。哦，这我作为足侪信徒弟子啦，我甲提供。那么红娘有价值，施舍关系，你等等一批，咱就水。哦，所以咱一个人啊，吼，咱爱甲什么代志是正，咱家己本身的心啊，善心、慈悲心、布施的心啊，咱爱为主。
毋通甲伊别项啊，为主，咱是客，咱颠倒无自卑啊。世界的最大生物是鱼的数量啊，好，咱的因缘个人欢喜，偌济买你偌济买就好啊。好啊，最大生物大小不在于大，咱啊有就好啊。啊，比如讲和平，咱厝乡出的和平真悬，和平隔壁机器在震动，和平哩哩啦啦。有工厂，好平水顺水流，那么你良平甲放一个水族箱，咱良平再放一个水族箱，安尼多好啊！你看这水嘞，伊有水，会当平衡，会当安定你一间厝的水的气，这是这个用意啊！伊安定一下，咱头脑清醒，好，咱好困，好，啊，咱安安静静的，哎。咱思考较周密，这小代志较清楚，糊涂事较袂做。咱较会讲完成，咱就趁钱嘛，是这道理啊。啊，咱安水族箱有一寡关系咧，甲各位简单介绍。咱水族箱，咱的房间上好是卖用，因为水族箱你房间咧，你困去，你噜噜咧，咱脑神经你会衰弱，会穿着咱的脑。吼、哦，咁啊，咱脑内底结流，我的结流就是对来房间内底安水就先流流的结流出来。书房，你莫创水族箱，水族箱咧，你读个时啊，大声哩哩噜噜咧，影响你的心灵，因为经过你耳腔传着你的心。啊，水族箱咧，你但是水气相当，你皮肤会感觉，耳腔吸入去，支气管炎。影响着你读册，好书房啊，咱的上好嘞，水族箱咱是卖用。然后咱水族箱呢，我后壁做靠山，哦，我一骹足大骹，水族箱做靠山，我们不要。好、哦，安尼影响着咱身体。水族箱伫咱面头前堆大骹，我可直接写字。我告诉你，嘿，细胞爱注意，肾水爱注意。气经牵涉肾水，好，那么肝机能就到位啊，会失调。哦，所以咱最早先我头前哎安排办公桌在遮，我当看会袂歹，无毋着袂歹。但是，因为咱遮伫读册才看，这水啊水声哩哩落落啊，穿入咱的脑，好，咱的脑嘞，反倒来嘞，对咱五脏六腑、心肺影响气经。鼻头，所以种种的影响啊，咱最终想嘞，只能一个距离好难看，你们不要跟他太近了啦。而且我足侪信徒的经验，体验到，啊，那么身为下面呢，咱绝对莫最终想，界限不灵。身为啊，中国的下骹，身为佛祖下面的，你啊，我最终想最里啦啦的，安尼嘛是不对，吼。这是不是真正正确的方法？咱心下面坐爱安静，祖先坐也较爱安静，爱安宁，这是必然的法则啊。所以水族箱会当护一个人平安，水族箱会护一个人事业、家庭，啊，产生真大的挫折，甲身体健康有影响。啊，所以水族箱啊，好食，互咱陶冶心灵、心境，互咱调整欢喜一个心。好、哦，咱若下唔到伊，麻烦足多；咱若下到，欢喜。总括一句，时时启发内在自己的大秘密。